佐藤健。28、7日，都内主演映画《八年月花嫁》奇迹实话，赖静久监督。16日公开，市协会出席。最近映画《亚人》《不死身心人类》《世界消》，主人公恶魔二翼特殊异禀，人间演排优生命为剧中土屋太凤。22卷场面贯客女性相守，严在线女性类感激。